自云旭舞蹈艺术团的伙伴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段点将令，掌声鼓励。
老师哈，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段精彩的表演，再次给他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周华堂，新年快乐，龙年大发，大家龙年都能够好运到。那当然明天就是元宵节了，同样的我们非常期待一年一度台中旗舰户文化局单古版给大家一点来到第14年啊，好，第14年的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今年同样依序走访12大我们台中的妈祖宫庙，为大家邀请了超过30组优秀，不管是咱台中在地也在是咱全国优质的表演团队，都一起带着大家透过艺术文化来认识咱灰熊灰熊省西梅妈祖文化，我们的历史。那刚刚我们的这个乐成功我们的导览组的组长林组长也特别跟大家开了一堂课，然后很多朋友听得津津有味，才知道说哦，原来咱常常来跟咱的喊 K 妈祖无就回家来拜拜，伊的历史是安尼，文化是安尼，所以咱非常感谢咱当属长的用心哈。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参与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那今天呢，很多的贵宾都来到现场，也跟我们一起来祝贺。我先依序的来做一个介绍，首先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咱今仔日的。